他一起私奔就好了。现在又不是什么朝鲜时期，怎么会父母反对就要分手啊？我很喜欢少南先生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你喜欢他吗？作为结婚对象是蛮适合的。转告爸，我会照他的意思做。我们小姨子茶不思饭不想，既然你都让他对你动心了，就应该负责到底。有些事不是我努力就好，他们不满意的是我的条件，我还能做什么？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到8点，加油姐妹们，全新2小时。